好不好？后面的人，对，还是退后一点吧。不是，你要退后一点啊。要不等到我。来，在中间教练啊，来。我们那个换一下打法。换一下打法。哎。好啊，来，中间教练先生好来。来上面，来中间，来中间，好，来中间这里，左边下面，好，来这边再一下就好，下面，视线下面，要前方。你可以靠近那一桌一点吗？这边啊。对，好来，好来。好。这里。啊。照片。好。谢谢。大家都吃一下吗？大家都要看都吃的画面。好，可以啊。吃哪一个？开哪一个？甜甜圈好不好？甜甜圈烧火，这个是时下日本最流行的甜甜圈烧火，也是我们贝肯庄的师傅专程到日本。学回来的一个技术，跟在日本吃的感觉一模一样。哦，等一下。啊，什么茶？关掉了。哇！这个我要咬吗？先绕一圈。先绕一圈。好，我们先绕先拍照，我们看看谁。来上面这里。来，视线右边这边。来中间。回来。拍照路线。好，看一下这边，好来，谢谢。在右边哦。好。这里再转一点点，再长一点点。可以吃了，再上一次，好好吃。再上一次。来中间，刚刚的动作中间一下。慢慢再回来。好，谢谢。连访吗？好。那个，等一下还有。然后为什么会有那个写进了甜多的礼盒？就是一下公益这个部分。大家下午好。对，我是吴尊。那这一次呢，两年多没回来了。对，我记得我两年多回来的时候，也是有来我这边的店。然后这一次回来呢，是因为有一些活动，然后也把我的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的。对，本来是一个航空公司的活动，然后我就跟我的 partner 我的拍档说，哎，不然我们的贝肯庄之前不是说要推出的这个礼盒，因为他两个月前嘛，然后就有拿来给我试了。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很不错，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公益的 idea， 就是这个想法。所以我就说，不然我们来搞一次活动，然后去推广这个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事。对，今天在现场我们有邀请到这个我们的这次的公益单位之一的财团法人爱盲基金会的董事长谢邦俊先生，他说谢谢吴尊参与这次的活动，我们来致一个感谢状。我们的这个右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右边来中间。哎，我们看一下那个 Vogue 的明宏，明宏拍不到，赶快进来。来中间，Vogue 的古明宏来，明宏。
来拍一下，拍一下。来右边这里。来右前方这边。哎，白少，谢谢这里了，好不好？明宏刚刚有拍到你了，哈。我的，哎呦，好朋友学到了，图下里的画面。对。来这边。这样子吗？你要拿这个打开，这个打开可以吗？啊，有没有打开的？可以。别要吸了，别要吸了，别要吸了。别要吸了。别紧张。来中间。来中间这里，来中间。这边看一下，这边。OK。好了吗？好，好，谢谢。好，看一下明宏，看一下明宏那边。曾董今天是做公益的部分，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其实我之前跟我的 partner 说，我们想要推出这个产品，然后是在过年的时候嘛，然后我就想说，能不能就是跟我们之前有合作过的慈善单位一起合作？那我觉得会更有意义。那他也非常认可，所以我们也有针对就是盲人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的慈善机构，对，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大家一起欢呼这个爱心吧，对。有说找陈逸如一起号召？对啊，因为我们的这个面包房是由我陈逸如还有吴建豪一起我们一起做的嘛，对。那我觉得艺人本来就是有小小的影响力。然后就希望可以透过我们艺人，然后去推广这件事，对吧？那最推荐的口味哦，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吃坚果，那在这个产品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坚果类的，对，那我觉得美味，然后又健康。然后你说喜欢吃凤梨酥，对不对？对啊，凤梨酥也是这个我一路以来都很喜欢的，就是因为我们用的凤梨酥是土凤梨，然后我们的厨师也是得过奖的，对，所以自己本身很爱吃我们自己的土凤梨酥，对。所以有说女儿喜欢吃甜甜圈烧火，那甜甜圈是她的最爱，对，所以我已经打包了几盒要拿回去给她，就是我女儿她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烘焙，她现在也会烤蛋糕，所以我上个星期她才烤蛋糕给我吃的，然后不会输给厨师，真的。会送回去给爸爸吃吗？我明天就要见我爸爸了，所以我先会拿一盒，然后跟爸爸分享嘛。我觉得就是，美食就是要分享。那女儿在烘焙的时候，你是担任试吃员这样的意思概念吗？没有，我跟她一起做的。对，我的女儿她，因为我自己本身很爱煮，我也很喜欢，就是鼓励我的小朋友学做饭这种东西。那她自己本身很喜欢烤面包、烤饼干。那他大概一个星期哦，烤两次哦，对，一个星期做两次，在厨房做面包还是蛋糕还是饼干，所以我每假如有在文莱的话，我都会陪着他一起做。然后他从大概两三年前就开始做了，从大概五岁多就开始做了，所以现在比我厉害了，对。那个那年的那个厨艺这么好，有没有考虑也让他做的饼干也来可以做公益一下？哦，这个是我接下来会有这个想法要做的，对，因为他现在刚刚的做的，我觉得是水准是不错的，所以我希望接下来会有这个叫他一起去，我们一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公益的一些事情，因为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很想做的，我很想影响我的小朋友，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也是这样子带着我们一起去做公益的。嗯。那什么东西？这家店是你好朋友，是好朋友开的。那你有没有本身想要在台湾做些投资的生意的呀？做什么生意？投资的生意。哦，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投资的。对对对。其实这个面包。有没有投资其他品项啊？这样除了。现在目前像健身房之类的，现在目前是还没，可是我有一些朋友跟我聊一些健身房的事情，对，因为我自己健身房已经经营大概16年了，对，那台湾也有很多朋友在健身，然后现在健身的这种风气也越来越
越流行嘛，对，所以有在想，对，嗯。那既然刚刚有说到是跟陈一文还有见，嗯，今天的活动只有你一个人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分工合作，对，就是有时候会是陈一如，有时候会是吴建豪，有时候会是我这样子，我们都分配的非常的公平，对，因为上一次他们都有来做了，对，所以这次轮到我，对，比较久没跟大家碰面，所以就对啊，其实我们昨天这两天回来都约朋友出来，然后昨天也是有约陈一如啊、大东啊，那就是回来两三天嘛，然后非常珍惜在台北的时间，然后就是想要跟老朋友聚一聚这样子。那什么时候来烘焙店？是你今天喜欢吃烘焙吗？我基本其实我们这个贝肯庄大概是三年多开的。那我自己本身可能从十年前就开始想要开烘焙店了。对，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吃面包，很喜欢吃蛋糕。我觉得我身边我没有看过一个男生比我更爱吃蛋糕的。对，真的。所以这是我的兴趣，所以小孩 Max 有遗传到你爱吃甜点的个性吗？他目前没有像我这么爱吃蛋糕，可是奶奶超爱，对。所以反而是奶奶遗传到这样。对对对。你这样妈妈应该很担心吧？小孩不是不能吃很多甜食。我觉得还好，只要是你有运动，对啊，我觉得有运动的人要吃什么东西都比较不用担心，反而是那种没有运动的就应该要减肥，对。会不会做甜点给老婆吃，浪漫一点？有做过啊，就是之前也有做过一些甜点给家人吃，给老婆吃，她也很喜欢吃我煮的东西。例如什么项目？甜点的什么项目？我有做过蛋糕，我也有做过有一种面包布丁，对。然后因为我也是我很爱吃的，所以我大部分我做的东西都是自己喜欢吃的，不然就是家里人喜欢吃的。会做凤梨酥吗？哇，凤梨酥我不会做。对，我也不要随便乱做，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留给专业的厨师去做比较好，对。那刚刚有说到念念煮的店，那会不会以后家人都可能是如果想吃念念？哦，那我就有口福了，现在都是我在做，对，所以假如念念可以做饭的话，我就可以轻松在那边看他做饭了。可是念念，我希望他以后，我希望就是我这个生意贝肯庄可以做得不错，然后传承给他，对呀、啊，因为他很喜欢嘛。好 ，OK， 谢谢。你有代言航空公司的，代言那个航空公司嘛？那是否看好台湾的观光跟经济成长，才会代言航空公司？我觉得文来飞台北已经有十几年没飞了，对，停了十几年，然后现在他们又要把它带回来。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因为我之前在这边工作的时候，每一次都要转机，对，那文来也有很多就是很想来台北旅游的，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把这边的带到文来，我觉得也可以把文来人来到带到这边，然后去享受这边的美食、这边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你可以讲一下接下来来三天，有点太短了。我这次回来三天，可是我是做了一个星期的事，对，我回来三天，我出席了五个活动，三天里面两天我出席了五个活动，拍了一本杂志，然后还做了一场粉丝见面会，所以你说我这么的有效率，对，我是把时间用的真的是把它榨干了，对。那讲一下你们两年都没有回来吗？那下一次会又是两年后吗？不会了，我觉得我很快又要回来了，因为现在有直飞，然后我的小朋友奶奶她很想刘根红的女儿小帕普一直跟我讲说要来这边找她，所以很快又会回来。对，今年跨年跨年哦，应该会我接下来可能会放假吧，跟家人在一起。对，在之后会带着那个妹子一起回来台北。会，对，因为奶奶之前也有来过，然后她也很喜欢，对，所以很快会带他们回来。谢谢。谢谢。我正过来，我再拍一下照片。